飞中心今日公布国内新增加十六个本土病例，一个境外感染，含有新增加一个死亡个案。那位指挥官指示中心部，台湾即个买个58,000,000 A Z 疫苗今日外到货，后期到今年个是今年上市。那位指挥中心统计，一是流入超过19,000,000次注射新冠疫苗，高一百重录单日个新高，累计超过18,000,000次疫苗注射率有18.77%，其次人口比达到19.86%。指挥中心宣布，疫苗注射登记同主本内同，外对17下注重点重新开放今年登记。礼拜重新开放，除了新增加高端疫苗，提供本24以上的民众来申请外，每四本民众各挑战由今年注射该疫苗。防疫工具挑战二，高雄传统市场每次工作十分钟分好分流，周顺师傅针对全市93个市场同步稽查。透过面试场嘅部分，要到单台无同数嘅东西搬穿检后，要求外界线，民众系反应嘅讲，总算系市场唔是高速度限制。今日起始，境界公道偏意见，唔讲外界限制时，未来之前更加要站起来。国内专家认为，内防疫措施实持续做好，不算实控制落来。未来民众乃系知道接触莫去听嘅言，又系做风险卡高嘅行业，应该大礼拜做几家快车。将世界的清除高频土壤的原生感染症。